嗨，我是懂生活。众所周知，这天下就没有我不懂的生活。比如防晒，什么 UVA、BC 啊 ，SPF 多少 ，PA 几个加 ，Never mind， 通通都是小 case。但要我说，最为所欲为的防晒，那当然是。儿子，我们明年群要去岛上睡公寓了。可是妈咪啊，那边很晒，会光老化的。你了，我们都全副武装的。贵妇惯了的母亲大人，全副武装的日光浴 ，No way！ 走，送伞。姐姐，凭什么？不怕防晒脱妆吗？就凭我用长效耐水防晒。圣火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吧，凭什么妈咪你的皮肤越晒越好啊？就凭我们都用贵妇养肤防晒。你小妹也来了？小妹，小妹的敏感肌不能涂防晒，万一晒黑 No way。 走，送伞。啊，小妹，凭什么敏感肌还能涂防晒？因为这是敏感肌防晒。那凭什么越晒越白呢？因为我还有美白提亮防晒。嗯，凭什么你和我妹妹在一起？嗯，我们只是在聊防晒啊。什么？你也用的防晒？在哪呢？素颜妆防晒，窗口难道不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现在的防晒乳这么逆天了吗？嗨，我是懂生活。众所周知，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皮肤要好，而逆天防晒这种事情，没有人比我更懂了。你懂吗？